师父好。啊。感恩师父。我想请问一个54年的马。啊。身体怎么样？男的女的？女的，是我。54年的马是吧？对。腰不好，腿不好，肠胃不好。嗯，对。我告诉你，他免疫系统非常糟糕，睡眠不好，记性一塌糊涂。是的。啊。哦，他还有留过孩子，还掉过孩子。是吗？有几个，请问？现在还剩一个，他一共应该掉过两个。嗯，现在还有一个，不知道。那好，我你赶快给他，叫他念经，要54张小房子。嗯，好的。好吗？好的。还有他家里风水很不好。是中国的家还是？对，中国的家，一进门很黑。对对。啊，鼓掌！你们怎么都不鼓掌呢？师父啊，我想请问一下，其实就是我，就是我想问，其实就是我，就是我想问一下，为什么我那么长期的严重的中气不足，就是有时候讲话都讲不了。我看看啊，哦，你的话我就帮你多看两眼啊，54年的马是吧？对。啊，你吸过二手烟，人家抽烟你在边上老吸的。你的肺不是太好啊，肺啊，不是太好啊，啊，你年轻的时候妇科也不好。对对。嗯。你现在这匹马要注意两个问题，你的左面血液循环非常不好，手会早上起来发麻。对对，是的。啊，看见吗？嗯。而且我还看到你的脚很冷。对。啊，看见吗？还有请师父帮我看，为什么我那么长期的中气都不足，讲话都没有力气。肺，你是肺气不足。我教你一个方法好吧。好。你呢，吸的时候嘴巴并起来，不要张开，用鼻子吸气，吸的深一点，然后呢吐出来的时候呢慢慢的吐，用嘴巴张开，就这么吐。嗯。你把自己的肺活量拉大。好，明白吗？明白。你这个人年轻的时候像男孩子一样，是你搞过运动的，你体育有一段时间非常好的，明白吗？哦，我想请师父帮我看一下，为什么我这个左腹部那地方有点痛？左腹部是吧？对。54年的马是吧？对。脾脏不好。啊，是。你脾脏不好。是是。我跟你说，你只要吃的太多了，太饱了，太油了，这里就开始不舒服了，痛了。对对对。啊。我呢，你这个人胆子大不大？不算大。啊，不算大就算了，不告诉你。告诉你晚上回家睡不着觉了，麻烦了。哎哎，还是想给我。因为我看到你这个在胰腺。胰腺和脾脏这个部位边上啊，有个很小的小水泡。这个小水泡呢，问题不大，我看不是恶性的。但是你要是再吃荤的话，你现在吃全素了吗？吃全素一年，将近两年了。将近两年是吧？对。你还好，因为如果你吃荤的话，它会长大的。不会，我不吃了。不，我告诉你，你这个小泡泡就这个一个手指的半个这么大，大概4到5公分吧。你要是现在查是查得出来的，但是查出来之后呢，你就会坐立不安，寝食不安，就天天发呆啊，吓死你了。不会不会，因为我有观世音菩萨保佑。那你查得出来的，我就怕他们那个做那个 CT 什么的，它完全有放射性的，很厉害，刺激它的话这里会痛的。嗯，还有请你可以去查的，没问题的。还有请师父帮我看看我的肝脏。啊，
脂肪肝开始的时候，现在有点硬化。问题大不大？你的肝在这个部位前面，这是后面嘛？这个前面这个部位不是太好，靠近胆的地方，所以你的胆也不好。听得懂吗？是肉体病还是孽障病？你这个，你的肝呢？看到了。你妈妈是不是过世了？没有，还在。还在啊？有一个老太太。老太太。会不会你婆婆啊？婆婆还在吗？可能是我外婆。外婆是吧？我讲给你听什么样子好吗？好。头发往后梳的。嗯。前额这里蛮大的。嗯。啊，脸下面很小，但是这额头还是蛮高的，耳朵也蛮大，这里有两个小颧骨出来一点点。是高还是矮的？不是太高。那可能是我外婆。1.56米左右。啊，对，对。他在我身上吗？啊？是他在我身上吗？经常在你身上。我给他超度过了。你给他超度过？嗯。他说你小房子念的质量不好。听得懂吗？嗯。你帮他念就不好好念，帮你自己念就很好念。啊，我告诉你，还有一个问题，你自己一定要明白，就是你帮他念的时候好像不是太情愿，这个心情特别重要，明白吗？啊，好，请师父帮我看看我孽障多少，还有那个图腾颜色。孽障是吧？嗯。孽障，54年的马。对。你看我从来记不清。人家讲一遍我都要问的，哎，他的很怪啊，他的54年的马我记到现在，不知道为什么，这匹可能是跟师父有缘分啊。啊？跟师父您有缘分啊。54年的马。嗯。看看业障是吧？对，还有图腾颜色。嗯，业障还是蛮多的，28。还这么多。哎。还有呢？还有土腾颜色。这匹马呢，基本上属于白的，偏白的，但是颜色有点棕色的，尤其是后半部分腰以下是偏棕色，前面是偏白的，啊。那我该穿什么颜色衣服？嗯，随便怎么穿，你爱怎么穿就怎么穿。你现在要记住了，你现在。表面上看你很瘦，但是我看这个马这个臀部特别大，所以你要特别当心臀部以后越来越大，明白吗？啊，明白。师父啊，请帮我看看我家的佛台，刚才你为什么 你说我家里面不太好，嗯，是哪个地方不太好？我看一下啊。嗯，好。啊，你佛台，嗯，你佛台是进门到底偏左，靠窗户边上。啊，对，对。你这个人很爱干净，家里倒弄得蛮干净的，啊，听得懂吗？啊，不是太大，但是呢，弄得很干净。嗯。你这个佛台呢，没有什么大问题，就是好像这个佛台的这个上面啊，嗯，好像是有空调，也不叫什么东西。没有。边上有什么？画或者是什么，文啊，什么东西啊？没有，我都拆干净了，就有一幅画，就是山水画，请回来的。拆干净了。哦，我都是啊，图。原来上面是什么？原来嘛，以前那地方是放一个衣柜，然后搬走了，现在没东西。没东西是吧？嗯。嗯。你还要贴张山水画？贴了。一张不够。是蛮大的那。大的之后在它的背后贴一张小的，冲着外面外墙。你家里这个外墙外面不干净啊。那是隔壁。隔壁啊，他家里不知道是放什么东西的啊。明白了。有菩萨来过吗？菩萨来过没有？菩萨来过2次，护法神来过好几次。感恩观世音菩萨，感恩龙天护法菩萨。嗯，你家蛮好的。你家大不大，但是被你弄得很干净，好吗？嗯，开门的地方不要太节约，装一个灯啊，现在节能灯很便宜的。嗯，好吧。好，
师父啊，能不能给我问个亡人呢？啊，好好好。好，就是亡人、就是。我看他满头白发，我就给他问了。就是亡人的名字叫蓝宗明，就是兰花的兰，祖宗的宗，光明的明，是蓝宗明，对，光明的明，对，几几年过世的？是大概是2011年吧。男的女的？男的。蓝宗明，我找找看啊。嗯。蓝宗明，男的是吧？对。哦，眼睛还蛮大的，嗯。脸不是很大，瓜子脸，长得蛮秀气的。嗯，对。嗯。他在哪？哦，他上天了，他在欲界天。哦，感恩观世音菩萨。